有点刺激哈，看一下。下来，龙科脉众，哇，气刚不？神帝，给我啪啪啪的打到他脸外掉！啊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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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干得好啊！三针不能啊，不能用所有代替。哎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？哎呀，哦，我这队的话是可以的，好吧，我这队的话是可以的。好，第一关就是啊，粘啊粘啊，啊粘不过去是不是？我满塞，你能过去我了，别用这一队啊。啊，不要浪费时间哈，快速的哈。这对我们要快快的给他过，快快过，快快过。哦，尽量不要扣到没有血哦，这是大圣队哦，记得。有血的时候就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哦，让大家今天哦就可以好好的轻轻松松哦，舒舒服服，很简单的不能讲简单，很稳定的通过这个关卡，很舒服的拿这张卡片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讲简单，那个啊，知道哈、哦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如果你讲简单，他们就要扣薪水了啊，他们就要扣薪水了，下次他们就会加薪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千万不要说简单啊。叠了个木珠啊，都没胡乱的哦，叠了就告诉你是什么珠，基本上其实用太奥会 有一点点那个哈、哦，伤害比较弱一点点，因为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不过我相信应该还是蛮够力的啦。神帝的追打很吃脸。不，开什么玩笑？不，怎么吃屎？对，吃屎而已啊，怎么吃脸？不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。露娜表示没有，那个叫组合技，我等一下用组合技给各位看哦。哦，但是用这样的大圣队，基本上要吃一点，还是要吃转珠哦。如果要看黑圣的，可以去看 Daniel 的、哦、Daniel 的黑圣还不错、哦、他那个可以不吃转珠的玩，还蛮轻松的、哎。基本上都是运用大圣的特性、啊哎、绿一下光珠出来、哦、各位，新珠也可以了，再力送、哦。但是光珠威力比较大。哦、所以我现在攻击我就采用新珠攻击的方式、哦，马拉松不会了，还好还好，没有哪一张，左边那一张大圣左边
神帝啊，就真伤就放真伤就对了。哦 ，OK 啊、哦，然后他左上角那个啊，那个荡98的那个有没有？就是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先开这个，哦，再开这个，哦，然后再开这个，哦，然后这个再把它挤掉，哎。啊、如果不晓得要怎么用，可以去看那个密奥义，我打平民百姓打密奥义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说我发明的，但是八封的时候我是用这张打过去的。那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这也没什么好那个的哈。学名一样，这个关了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威力怎么样。哦，神帝。神帝那个叫什么名字？那个神帝史特莱克。哎、欸，不要看这个哎、欸，整版都是攻击珠哎、欸，只有这三颗不是哎、欸。嘿，注意看啊、哦！嘿，赶紧写在黑上。我看只要转出卡后尾波没。哎，看啦，注意看哦，什么叫啪啪叫哦？看好，啊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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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看到没有？打着他黏黏的啪啪叫啊！啊，一只七十几万了，刚刚大概啪了七百多下了，啊，七百多万了。哦，这边很关键哦，哎，什么关键？吃我的一吸啊！哦，哎，这样知道关键了。哦，七百多万哦，怎么比我想象中威力来的弱一点点？打得他啪啪叫，你知道？哦，这边先抹，用抹的。哦，趁威力还不是很大的时候，没有，我们把那个什么，那个。光珠把它消掉，我怕打他太多血，打他太多血，我等一下会被他处理掉。拍到会啪啪叫，我跟你讲，开玩笑呢啊！注意看哦，攻击珠是火珠，不那个水珠哦，攻击珠是水珠哦，所以你要叠珠要叠水珠哦，叠水珠，火珠把它消掉。好、哦，不过个人的建议哦，多锤一点，哎、欸，以防意外发生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拍谁没有七大死灵？哦，虽然大家真的很期待啦，我知道啦，哎、欸，但是我只能说对不起，对，因为这种关卡一看就知道，怎么会有死因呢？对吧？怎么会有呢？哎、欸，只有一大，所以就拍不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话说下面那个新珠是怎样没消到的？我决定弄他那个大概这个哈一半血再来处理他哦。这会有其他死因？骗人！平民百姓骗人，怎么会有其他死因呢？这么简单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会有、欸？哎，不会了。哎、欸，其他死因我说过，那可遇不可求啦，可遇不可求。哎、欸，可遇不可求的东西，哎、欸。啊，如果没遇到，对，就 sorry 啦、欸、，sorry。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回家了。
没有，想骗我回家怎么可能？就算没有七大死因，我跟你讲，大家在等什么？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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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对你等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。对，刚刚只有一次而已，那是没有的。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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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讲，不要乱讲。哎，我看一下哦。木转星木其实也是攻击书啦，哎，暗也是攻击书哎，我看一下哈、哦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OK 的 ，OK 的，但我想想，没赛，没赛，没赛。下一关也是关键的，等等等，我弄错了，弄错了，先把它处理掉。配技啊，配技啊，我说过了，配技很重要。关键看了一下关卡资讯，我发现下一关有点问题。下一关会延伸呢，打到一半再说。哦，为了避免一个意外发生呢、啊，我们来个精辟的计算哈、哦，我们来个精辟的计算。哦，计算机自己去把藏经阁下载、哦、如果要计算机的、哦。他这次伤害是7348哈、哦，越战越强金。7348生命力，我看一下，我可以撑多少血？剩21%的时候14000，我都哎、欸，剩21%我都活了下来、欸。哎、欸，30%以上二连击拍谁？所以我只能打到31%，9000多，9000多，哦，没拍谁啦，9000多啦，打到剩三分之一都没问题，打到剩三分之一都没问题啊、哦，直接算给各位看哦。啊，拍谁？没看到的，这样。哦，31%都9000多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傻泡鸟。哎、欸，让我工伤试一下啊，我看一下那个功能。有啊，有看到吗？这样看得到吗？说真的，我自己看不到哎、欸，我自己看不到哎、欸，有人看得到吗？哎、欸，怎么那个啊？不，我不晓得有没有用，我待会再试一下。哎、欸，挡住了、欸，延伸无极限啊？不是吗？我记得延伸是无极限啊。好，可以赶快吗？我尿快洒出来了。电脑慢就是这样。哦，你就是因为电脑慢，所以那个很会憋，有没有？为什么画面出不来、啊？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看到，好像没有用哎、欸。我的经验是会燃烧到全版，所以这边要配技，快呀、啊、快呀、啊，我快傻了。延伸哦，就是那个火的旁边，它会延伸两个火焰在烧去，就好像火在烧一样的。等我一下哈、哦，我来试一下有没有用。那个Twitch帮我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功能。要按下去看有没有那个广告的功能。我怎么觉得能用啊？有吗？有吗？不晓得哎、欸。Twitch有看到吗？我上个厕所。
吗？忽略广告，安尼唔对啊、哦，看台对不？基本上，对啊，啊，不能忽略，不能忽略，这样就不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人家开这个那个什么 YouTube Twitch， 他们也是要赚钱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也是要过生活的、啊，基本上应该是过不了什么生活了、啊，我只是测试而已，没有用过。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看到广告、欸，所以应该是没有用，欸、是不是？是不是好像没有用？无所谓啦、哦，我们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啊，三分之一妥妥，没问题哦。哦，这个尿一尿回来，哦，这个转出就顺了。这里不该记三十以下会被连考GG，对，三十趴以下会连考，所以我刚算三十一趴，我刚算三十一趴，看一下水嘛哈，水转光我没记错哈，我先不急哈，那天跟小许鬼鬼去哪？哎，不能讲哎，对，那个不能讲。没看都没人讲啊，没人讲就是不能讲啊，不能讲还问，还问说什么东西不能讲？好、哦，先把它弄到一半啊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，血要补满哦，不然可能会有意外哦。没声音？怎么可能没声音？你没开声音啊？你没开声音啊？没补满，刚讲完就不补，应该是不有事了哦，出来一点点而已。就说不能讲，还一直问。你先问 A， 再问 B， 再问 C， 再问 D， 三去法了，我知道嘛。想骗我？没有，门都没有，门都没有。哎呀，木是转星，火转暗，木是转星，所以是最杀伤力最小的。所有关卡都变成一关。G8 APP 要跟动吗？不会，那不会跟动。奥秘之门，我想把它保留下来。对。因为哪怕他人心人想给你改掉，他那，而且进去基本上你编好队伍进去直接撵过去啊，所以没差、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们没有影响，就是有真会影响到你们的那个就一定要跟动啊。像这种基本上没有影响，我就不会去跟动了，因为那个资料我保存下来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我看一下哈，火转暗。我也是攻击猪啊！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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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对对对啊！我觉得战术要改一下，你不改会死啊！要改，要改，要改！我等下改给各位看啊，看这关怎么打、啊，这很关键哦。有风世锦安，我看到你。没有没有，这一关打法要改变一下。哦，这下就痛了，这下就痛了。
想一下哈，我想再弄一波哎。靠，补不够，补不够是给请太要出来啦，这太要出来，对啊，有点危险。光，应该是可以。等一下，我死掉了。我算一下好了。四组还不太够哎，不解成就很多队都难打，你自己看，应该我觉得蛮好打的。四组，我想一下，他要 2.5 倍，不要算错。我拿攻击计算机出来算一下。因为这要很刚好啦，这没算会死人啦，没算会死人啦，因为我是带太好，我不是带别字啊，那倍率有差，657677，你看杀伤力差很多，哎，不用看了，全部都是5677，记错了。全部都是5677，因为我不会开共鸣。3 4 4，我看一组、两组、三组、四组、12。哎、欸，四。假设我转八钢宝了，倍率来算一下，5671，我来记记。2.5 倍嘛，齁，然后还有谁？这一只多少？1.8 倍。感倍率有点低耶、欸。就这边是关键了，我这样讲比较快好了。这边是关键，又有两关。八，6.7，干怎么低啊？怎么低到一个我想哭的感觉啊？啊，怎么低到一个我想哭啊？252万哎、欸！这一关一定要一波带走，开神帝好了。而且我没有八钢宝哎。我这开始没有个八钢宝，好舒服。
我看一下啊，一 combo 两 combo， 一 combo 两 combo， 三 combo 四 combo 五 combo 六 combo 七 combo， 因为我新珠没有算哦，哎，有人知道新珠我没有算哦，我新珠还没算哦，神帝不能配在下一关，因为这一关一定要过，下一关可以撑，这一关不能撑，所以神帝一定要开在这一关，我的评估是这样，开。露娜，250万左右而已，所以神力一定要多啪几个，多啪几个，神力一定要多啪几下，有没有？250几万，还有新珠啦，基本上是一，是不是差不多刚好啦？300万，甚至神力不开都可以啦，但是要开大圣，神力不开开大圣，因为新珠我没算啊，然后这主数我没算上去啊。照理来讲，我这不是四组啊，这是我看一下，一组，好，我大概知道怎么算，一组两组，好了，算精确一点好了。神帝，我想留下来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等于一组，一组，两组，三组，四组，一，靠，别个省几个，等一下，一组，两组，三组，四组，五组，六组。光珠，六组光珠，什么是六组光珠？我假设是七 combo 啦，哦，我开了 1.8 倍哦，然后再开大圣 1.5 倍，现在是 6.75 倍，出来是258万哦，258万，但是我的光珠两组，光珠两组是一半的威力，光珠两组，一半的威力哦。半的威力，250万加170，250加170，250加170万，420万，250加170嘛，没算错，对，420万，一波带走，大圣开下去就一波带走，啊、哦，经过这百姓一个精辟的计算，只要手转一个七 combo， 应该就妥妥稳稳的啊、哦，快点，还扣他房嘞，扣他房，哦，咱来看一下啊。当然多少会有一点紧张啊，这是不骗人的，这多少会有一点点，因为毕竟打了那么久了、哦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啊，我来了，期待啊、哦、期待啊、哦、我自己很期待啊、哦、来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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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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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吼吼！将将好了，将将好了，哈哈！滴了两滴，尿啊！还有、哦，神帝 Strike，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，Strike， 呼哇！刺激啊，刺激啊，这有意思啊，有意思啊啊！什么会嘛？就这一关，你小看了一个人，谁？平民百姓，看看我怎么把他啪啪啪的带走啊！啪啪啪！啪啪啪！这一关打300多万，300多万这样带不走，很辛苦，要算一下了，要算一下。它是稳，它是稳定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哈，12颗了，12颗哈。刚刚我忘记一件很关键的，我刚刚算那个170万忘记除以二，所以刚刚血量是刚刚好而已，忘记除以二了，因为50%。哦，然后我们大概手转个五 combo 嘛，三到五 combo 嘛。combo 哈，然后我这边是这个，三 combo 好了，我现在只有2.5倍跟神帝嘛哈，就是一个没倍力的意思是不是？所以只有2.5倍啊，现在画面上只有2.5倍是吧？
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干，呵呵，毛球，哦，算一下就妥妥了哈、哦。这个嗯，个十百千万十6666666666613万，哎、欸，我这台没有666的哦，这台没有666，哎、欸，这台是777哦，77。哦，来来来，777哈，777777，哎，有点刺激哈、哦，看一下，下来，龙科买中，哇，气扛不？神帝，给我啪啪啪的打到他脸外掉！啊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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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干得好啊！没被人家打过脸啊！啊！开什么玩笑？哎，啊，转的不错啊，漂亮啊！哎呀，不错啊！哎呀，不错啊！收集人棒哦，支持台湾电竞棒哦！哎，啪啪啪的。哎、欸，哦，那个 news 说把技能全部跳起来再开啦，不会全盲火了。这个是就是备案备案，哎、欸，我们就直接把它啪啪啪把它打走这样就好了。哦，然后下一关因为对，就是我是觉得没差了，就让它消好了。哦，打到它啪啪响了。哦，这一关就是有点黑黑的，哦、我们自己适应一下画面哦。如果看不到画面的，请各位观众对，就是哦，看一下是不是画面坏掉了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啦。啊、哦，记得补血哦，补血哦，啊、哦，补血哦，哎、欸，缺心是不是？啊、缺心呢哈、哦。这时候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 Tyonicius 挥出来，哎、欸、，Tyonicius。棍生球嘞！哦，就直接让他弄也没关系，就是这个让他附加消除，我无所谓了。下一关我再除就好了。哦，我开机的顺序你可以参考一下，那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开了。我转，喵，哎。我们要讲究效率跟速率、哦、我刚刚配机有稍微讲了一下了，我觉得刚那样配是比较刚好了。对了，就算 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，应该也不至于会GG啦，因为我还是可以有一点点缓冲啦。哎，这缓冲是多大，我没有注意看到，是真的哈、哦。哎，好、哦、甩猪哦，甩猪哦。哎，我故意不关的、啊，因为八回合而已啊，对我而言还好啊，你懂吗？懂吗？哦，这时候关就 OK 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二招会留着哦。啊，技巧性关技，开开关关开关。对于那些那之前有那几个那不懂的，他们一直批评我的队伍了、哦。我可以用怪物关技能呢。好、哦，基本上应该线上这个啊，这个哎、欸，大概目前有到10万位的观众了啊 啊非常不错啊。目前有10万位的观众应该知道，哎、欸，至少那时候，哎、欸，那时候应该有1000多位知道吧？应该是啊，我怕我记错。哎、欸，能够控怪物哦，啊，别台看不到，这一台才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碾不过去，所以我只好控制它了。嘿、欸，对，啊，其他都碾过去了，所以不要问我。哎、欸，其他都碾过去了。哦，那防御力有点高哦，16920哦，有一点点高哦，啊，嗯。点点高哦，就是除技啊，除技能的好机会啊，哎、欸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以一当百计算法，没错，梦暗内行，以一当百计算法，哎、欸，基本上90%以上都是精英，哎、欸，百姓台这些都很厉害。对，刚刚我还打到一半，他们已经全部成就了解光光了，不相信你可以问问看。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每次都不等我啊，每次都直接都通关了哈，哎、欸。
害我都没有梗了哈，连队伍都讲出来了，他黏黏的凶啊。所以那几队伍为什么不用？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因为已经被他用掉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没啥好看的哦。哦，飘飘响啊，飘飘响。看一下哦，又开一次哈。哎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、啊。哎，我这样是不是省了很多时间？应该有了哈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对，那 CD6 啊，可以稳稳妥妥的尽管开。哎，有问题没关系，有问题你找我，对我告诉你怎么开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啊，如果开不过去，就换个方式开，哎，换个方式开。哎呀，甩猪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甩猪？有没有看到？哎，甩猪！哦，如果新来的观众不晓得什么甩猪哦，就是请留意平民百姓的动作哦，哎，就可以看到了。哎呀，老师，我都没甩猪，你还在甩啥小？那平民百姓好好的无缘故，你这边手那边颤抖个什么鬼劲啊？回哈，这个就甩了。锵锵锵锵锵锵！哎呀，还活着的，还活着。那你要 get 到恰布道喽，你要 get 到恰布道喽。哎、欸，那有没有消错？应该是没消错了哈。咔咔咔咔！哎，还没死哦，还没死。哦，这个光柱我就故意不消，嘿，我留下一回。下一回合，哎，有没有看到那个甩猪？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失败的，对，是失败的，对，我放了一个失败的甩猪。嗨，甩，哎，甩失败，哎，甩失败，哎，就是。大概在0.1秒的时候，你要把那个哈，把那一根甩过去哦。我是说那直直的那根珠子哦。我操！哎、欸，你欺负老人家呢，视力不好哟。欸、没光珠哎、欸，是怎样？不要弄掉了是吧？啊！烦死！亏了！直接把它弄掉。斜转哦。六回合再下一关也是闹魔了，妥妥的啦。有没有？这时候就可以开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快改！我的乖乖啊、哦！哎呦，撞到自己的手啊！哎、欸。白信常撞到自己手，因为那个比较长一点哦。对，可以看到哦。这个痛出来。对，我就是比别人长的那一截，有没有？哎，转的时候会撞到。我是说手指头。哎，你在那想啥？哦，断心也没有关系，不用担心，断心没关系。哦，这边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弄过去的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一波弄过去好了，哎呦喂，一波弄过去就等那只神灯跳了，哎、欸，就是这样咳咳。哦，我们这样可以省一点时间了哈。哎呦喂，哦，不要把自己珠子卡死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忘记告诉各位了，血要补满哦，不然你会很好笑哦。哎、欸，你们底下会很好笑，我跟你讲哦。哎、欸，观众会笑到都歪掉、哦。这边全看，我知道啊，我要等神灯啊。还有600多万呢、欸，我要等神灯啊。一波嘛，我们要一波嘛。哎、欸、呦，有了神灯来了。哎、欸，太哎、欸、，OK 了，星座很多没关系。开。
来，哦，不要骗我开太阳哦，哎，这时候不用开太阳，哎，打到它啪啪响啊，啪啪响，今天就是给各位看到了啪啪响的快感，哎，没有什么哦，这个这基本上就是整个错开了，哎。哎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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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哎少一啪呢，还少一啪呢。嘿，哎，再来一次。啊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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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哎，突然间来的时候，看到我白星一在啪啪啪啪啪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可以往回，好，往回，好，倒转一下，看一下我在啪什么鬼。好，关键是下一关要一波带走哈。下一关要一波带走，所以这边要除一下技能。哎，太早开了，不会、啊、不会、啊，怎么会太早了？不会了，这边除技能就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抓抓痒嘛 ，OK 了 ，OK 了。下一关才是关键哦，电蚊拍拍啪，对对，舒服嘛？这怎么会有七大死？应该谁说的啊？谁说百姓每次讲一讲就后来又有七大死？没有啊，好不好？那只是不小心的而已。不小心的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次故意讲对了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先上一页是不是？神灯是什么？转光珠，按按转光，按转光。哦，自从我抽了神灯之后，哦，整个好棒棒哦。哎、欸，连续抽了好几只，他捏捏。自从那次抽到神灯之后，后来都一直出神灯，有没有？我说这个设计还真是啊，好棒棒嘞哦。这星期没有。最期待下死因，就这期没有。不是啊，这关卡就我真的我看到关卡应该觉得妥妥了。有过了，有过那看起来妥妥了，结果我真正去打的时候发生意外，有过，可是这一关顺顺的啊啊，对不对？抱歉抱歉抱歉，真的，我讲真的抱歉，因为我知道大家很期待七大死因，哎、欸，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看的，说实在话，我讲真的，我连我自己都喜欢看，哎、欸，因为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看一下感觉会舒服一点，对对对，看，我想说干。干这个是怎样啊？这个时光组为什么啊？干，而且是死的，真是啊，有点真的是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东西啊！不要说我啦，你们都意想不到啦。刚才那个老马对不对？啊，还有绝对负我的更新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跟到台啦。那个绝对负我的更新，那个是我开台以来第一次遇到的。刚刚第一次遇到我居然遇到绝对负我的更新，没死哎、欸！哦，这时候这边其实多少可以加一点速度啊，不过你最好是开短 CD 的、哦，我建议开短 CD 的，不要开长 CD 的哦。哦，因为 1.5 倍已经蛮痛了哦。哦，一定要记得哦哈。哎，来不及甩猪哈、哦！一抽神灯就是狂，心情不好不是楼子嘛？心情不好是哎、欸，不能讲说心情不好，应该说GG的那个当下，你要楼子，然后这个可以做一个舒压的动作。哎、欸，重点说哎、欸，我们还把纸回收了，环保环保环保。哎、欸，对，就响应环保。哎、欸，举手之劳救环保哦，好像怪怪的、哦。对，是不是稳稳妥妥的？求神灯9487就是狂，9487那个应该有人知道。想不到你比我还记得，哎，这个有点出乎意料。上次我观众居然给我 PO 了一个我之前有一次打关卡然后急掉的那个影片，我自己是忘记了。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急掉的影片，那个影片连必死都闪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到现在还是纳闷，到现在还是纳闷，我那个原因我不晓得。不过能找到那影片真的蛮厉害的，那一定是干我们的忠实白粉，我敢讲，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哎、欸啊，有问题的可以趁现在提
提出来，嘿，对，因为基本上一看就是妥妥通关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妥妥的。就问题课剩下发文哦，快点啊！光神灯吃光白鬼比较好哦。光神灯，我那时候忘记是吃白鬼还是吃巨象了吧？忘记了，好像，反正我就现场把它吃到满就对了。下一关是关键哦，打好久，呵呵，我跟你讲，打酒不是重点，打酒不是重点。哎，男人都知道酒是很重要的，我是说稳啊，打酒就会稳。哎，对对对。你打了好几场一直 GG， 还不如我一场直接通关。我知道你技术很好，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一场很稳也通关。我知道，哎，以一挡百，各位，这基本上不用解释。我知道你们又稳又通关，对，基本上你如果可以三到五 combo 稳稳的用你讲那一句通关啊，我们再来讨论好吧？哎，很多人喜欢跟我比，哎，对不对？奇怪了，我三到五 combo 有什么好比？你要去跟小许比啊？每次都拱他，他没有，我回过鸡巴的。哎，对，你要跟那个啊，对，那种转速很厉害的比啊，你跟我比对。你如果你说你用三到五 combo， 哦，用你的队伍通关，哦，那干，那我这是觉得就厉害了。哎，刚有人说什么巴比伦是不是？哦，巴比伦三到五 combo 可以通关的，这个就猛了。哎，对啊，你看我巴比伦三到五 combo 过得辛苦。哎，不是不可能哦，我讲的是有可能的哦。巴比伦三到五 combo 怎么个三到五 combo 啊？从头到尾他那一都五直排啊！哇操，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哎，这个我就认同。哎，靠背啊，可是我不能五直排，你不能这样子讲。逍遥加艾德加赛特加木妹加木元龙配大圣能过吗？木元龙为什么要木元龙？可以解释一下，有那么多只选，为什么要选木元龙？逍遥加艾德加赛特加木妹，木元龙换一只那个整版兼具的哦，例如说八风王。哎，你看啊，哦，我看到他队伍，我就马上就可以想到怎么打哦。木元龙换一只兼具的好不好？你哪怕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奈普尼还什么鬼的，那只也 OK 啊。哎，对，来这边就直接拿走吧，不用跟我客气了，真的。你要学什么要干就直接拿去用，不要客气，客气了就没意思了，客气就没意思了。哦，我知道你们大家在等下一关呢，啊，哎，我自己现在在头痛下一关怎么打，没解放的冥王都过了，还没看到梦案。五支牌掉一吸也很强，哎，欸，五支牌掉一吸很强，欸，哦，叠珠哦，水对岸攻击增加叉叉叉，这种类型进就有用，有啊，特殊关卡，啊，特殊关卡，啊，你水对用特殊，例如说水对他要你按成就啊，不，他你用水对，然后他的成就，例如说关卡是按的关卡。但是其中的成就是水，哎，对，那就用得到啦。我会觉得我会留下来啦，然后看怎么香吧，看状况。魔队重点通关不是过魔的开心聊，魔的聊天，魔的讨论，转注开心最重要，没错没错。真是不是我在胡乱，看到没有，我们的观众哈，这个稍稍已经掌握到重点了哈。魔队队长还是用冥王黑帝斯哦，我。看人吧，对啊，可以通关都是好队伍。暗谷西，暗鸡鸡啦，暗谷西下去不是七大死因而已，好不好？应该是九九八十一大死因吧。叫艾德、赛特、木妹、木元龙配大圣能过吗？挤掉那个状态又有增伤，不是啊？你放间距也会有增伤，你一只间距都没有吗？一只都没有啊？兼按的哦，欸，我刚刚讲错字，哎，不能用那一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奈普什么鬼的，兼具也可以挤啊，因为你那个主法不是不行，问题是你的攻击数你要自己绿，会很辛苦，哎，欸，这个应该是超过这个哈，哎呀，这个哈，一个小时吧，应该超过了。
魔队都可以过啦，但是你要两波爆发啦，你都有赛特啦，没问题啦，对啊，你自己铸造 要做出来，这是比较头痛的。哦，这样 OK 哦，马上给你答案了。宙斯哦，我不记得嘞，要去看一下。不是我讲错，你说听到我讲暗谷西村啊？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实况的时候 GG 的时候，我明明就很火大，而讲一讲我贪念，我自己都想笑了，真的。暗谷西的诅咒，真的暗谷西的诅咒，被弄到啊！我们可是有些时候自己被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们真的会想笑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猫公爵，哎、欸，对对，猫公爵，暗谷西的都市传说。有没有一个传说，就是只要平民百姓用暗谷西之后，他的天降都不会掉下来，有没有？原本想说手下都武康了啊，手下都武康啊，不是我刚记错了，因为他的队伍是要开艾德，所以不能用那个用那一只光尖全部属性的那一只，忘记叫什么了，也是光尖全部属性那一只啊。哦，这样就多舒服啊！聊天打屁，哎，舒爽舒爽打。暗谷西武器的诅咒，哎，我可以连续六 combo 又五 combo， 干那个很夸张哎，那个真的太夸张了，我就干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老布乱入小笑。左上角有显示就可以，哎，左上角有显示就可以。问题是我是节省他绿珠的时间、啊、因为我不晓得，搞不好他没有公爵的卡片，搞不好他没有。下一关是关键哦，因为下一关我只剩三秒转珠而已，它不是两秒，是三秒。水谷西，不是同款。我现在在头痛下一关怎么打、啊、因为那个解秒术对我来讲，对平民三到五是影响是很大的。所谓的平民三到五指的是大众大部分的人哦，基本上我可以过，你们应该都没有太大问题。如果我过得很辛苦，你们可能会比较难过一点点。如果我过得很轻松，基本上你们都是躺着过。刚才我在打第一个哦，火成就，我们的观众已经两个成就全部解掉了，超级快的。哎，这个就是没虎烂，所以为什么哦？你只要用我用的队伍，你可以跟闪电一样快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因为我三到五嘛，那、啊、他们可能是五到八嘛，好吧？水谷西可以，不是不可以，会 GG 啊，会 GG 啊。对啊，减两秒，八分王还好，减两秒而已啊。我刚已经示范过，你刚应该还没看到。对，那个 Marble Loaf 啊，哦，下次早点来有没有、哦、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版的。有，大家来这边都是怎样讨论？哎，知道一些技巧，知道一些玩法。好、哦，请记得哦。其实我全部都是攻击珠哎，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。又转下去整版都是攻击珠哎，因为我带神灯哎。下一回合可以几家装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状态急掉就不会有两秒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忘记了，青出于蓝，百姓出于百姓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凭百姓你没补血、欸。错觉，没补血，火八哦，你有办法出技能就带飞火吧，没办法出技能的话，对，你就想办法用挤的哦，用挤的。哦，巴比伦基本上吃一点技术了，不过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。我看一下，伤害最小的应该是木。木是伤害最小的，所以我把
木的尽量把它滤掉哈。不过各位要记得哦，嘿，你的那个胸啊，你不能整板都是哦，会没有combo哦。像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就是整板都没有combo哦。哦，不要转得太舒服太爽了，哎，珠子都，你要留一点combo出来。看一下哦，我最后的珠子哦，水转光不用讲，火转暗我会再转成光哦，木转星，所以我唯一的珠子要做切割的哦，做切割，对 ，UME 切割，哎，切割，哎，就是珠子啊，我说珠子要切割，也就是切出星珠跟木珠。星跟木是一组，其他一组 ，OK， 星跟木一组，其他一组，星跟木一组，其他一组，哈，木嘛，哈，其他一组，星跟木，靠背啊，没什么珠哎，星跟木一组，其他一组，哈，对，其他一组，所以我左边已经叠好了，哎，左边已经叠好了，别不用看，左边叠好了，相信我，它是叠好的。它真的是叠好的，哦，削右边就好。哦，叠珠的精髓就在这里哦，叠珠精髓。啊！差一个，差点削到。干老师哎、欸，心跟木哦，心跟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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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不用动哎哎、要动哎、靠北啊别，我有点混乱，我刚手滑啦，靠腰哎、我刚手滑、心跟木是一组，所以这个要出来，这要出来。怎么出来？是不是？我想一下怎么出来。干，有点卡卡的。心跟木，这边给他那个光珠哈。啊！错节。哦，心跟木一组哦，所以这个要下来哦，这个要下来。我看不太懂了，这样，心跟木是一组，所以这边不能放这个，这不能放这个，心跟木，所以这边要放光珠吧，应该是光珠了哈，那它是不会死掉了哈，活一下，对，光珠没错，光珠。我是最怕这时候给他锤到他呢，他都快吐血了。哦，这叠珠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哦，这边是心，哦，这个要进去，这个要进去。过来，哦，进去了哦，刚刚好。看，真是几百滴的打不太死。我想一下，心跟木哦，啊、这暗的不能放这里，所以木的要放这里，这边要放光的哈、哦。过来，他奶奶都是一滴耶，我已经有路西法了耶，还打不动哎，康博数不够不行哎，多一点康好了，三康。快！哦，超级谨慎的，超级。心跟木，这两颗没问题，这一颗没问题。这边要放一个木或者是那个心，嘿，啊不，木或者是光啊，光不掉。天降一缸。好妖哎，都没路了。哎、欸、哎。欸
底。按98很可怕哈，我好怕怕哈。嗯，来，玄冥力量，叮！看到那个珠子没有？看到那个，怪怪的，那没问题才对啊。叮！怎么看不出来？少啊！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把他那的那个状态，左上的状态，把他挤掉。哎，哎，哎，对，打到他啪啪响啊！不开龙科，不开龙科，因为这一关好像比较痛，这边应该不用开龙科，400多万扣死，200对，490万嘛，当然500万好了，送他了，送他了500万。500万除1.5嘛，333万，哼！我这账号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，平百姓光嘞，啊，光嘞哈！我有没有什么没开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不要乱开哦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没事，OK 了哈，应该是 OK 了哈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少一康了？一二十，哎，少一颗哎、欸！用烟怪物已经过了 ，Jacky 太快了，啊，你太快了！一康，一康，两康，三康，四康，四康宝。四康宝，2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19，四康宝，应该是飘飘响了，我确认一下而已，确认一下，2.5×1.5×1.8，没有10.8的话了，6.75哈。嘿嘿嘿，哦，别乱来！哦，暗属相克，再乘一个1.5，哦，10.125。哎，那贝利鸟到一个不行的感觉，不要小看鸟到不行的贝利的感觉，十点哎，哇塞，一二，我看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四康宝。347万，等一下，我还有那个、欸、新珠哎、欸，347，我算一下、啊，347哦，347万，直接复制过来好了，哦，347万，我还有另外一半哦，这边有19颗嘛，我这边还有11颗的新珠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再除以二，所以这边给他一个0.5，对不对？1.5不能不见哦，再给他一个0.5。哦，刚刚忘记算0.5，5.0625哦，5.0625，哦，安全一点。哎，龙科要不要开就看这一波了，113万。对啊，我还没算神力飘飘飘哦，加个。百千万什么等于460万？460万，神帝啪两下就 OK 了、啊，所以香客已经算进去了，刚刚好而已。哎、欸，神帝啪三下他就过了，啊，他最少三下嘛，那我要至少做四 combo， 是不是这么说？我把它切开，我把这珠子切开，看好、哦。看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因为刚算一算，好像超过四康宝，因为 我想到另外一个切的方法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砰砰砰砰砰砰砰！哎，圣龟八波哎，来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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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
啪啦啪啪。啊、哦、，OK 啦哦。什么直牌、横牌就干掉了。哦，手削按无功敌连击盾哦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，哎、欸，重点是，哎、欸，舒服啊，虐，慢慢虐过去，慢慢虐过去。哦，重点就是虐嘛。哦，不要按珠 来做一个干扰的动作就好了。按珠就很简单，嘿，上次有做过练习哦，做过教学哦。叠珠，嘿，叠珠，嘿，上次叠了两个小时，要45分钟37秒嘛，我栽嘛，嘿，哎，数字随便乱喊的，不要太介意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叠珠嘛，我了解了，这个啊，这对位马，嘎骗，那可能呢、啊，信不信？磨啊，就磨过去啊，这样慢慢磨啊。这什么？这是？哎 ，OK 啦 ，easy easy。什么暗珠？哦，我的目标全部都是暗珠。哎哎哎，没叠好。哎，节目效果。哎，好，贝亚利每次失误都说节目效果，你们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啊？哎，我认真就是这样啦。哦，叠了个暗珠啊，啊，暗珠回珠哈、啊，啪啪响，啪啪响，啪啪响。哦，暗珠小心啊，各位，暗珠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啊，小心啊。对啊，神灯可以转暗珠啊，你看观众都要破格呢，不用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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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边加边加，百姓你家哈，还叠了一个珠哦。哦，自从上次我打过那关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叠珠就好棒棒哦。其实跟很快啦，跟很快啦，只是 我要算给你们看，我要算给你们看。他那里凶，接下来，他跟很快啦，绝对快，绝对快。同样的打法，但是你跟很多时间，所以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，请记得哦，右下角有没有点个喜欢，左边点个订阅，哎、欸，右下角点一下，左下角点个订阅，哎、欸，啊不不不是啦。下面有个齿轮，等下去该用两倍速哦。趁机打广告有没有？啊、哦，两倍速就可以了。哦，来，叠了个猪，叠了个，你这叠什么鬼啊？哦，没有，哎呦哎，来，等下他给你啪啪响就输了。等下他给你啪啪响，哎、欸，哦，可以开了是不是 ？OK， 看一下哦，我把木珠转，嗯，应该是可以直接开，无所谓，真的。七颗，七颗，好，大家知道一波七了是吧？马上就来了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七颗行不行？来，等我一下哈。对，那一波七可以直接先给他舒服过去。哎，请出我的大绝招出来了。看好哦，叠珠谱哦，叠珠谱哦，不是史内普哦，是叠珠谱哦。嗯，我靠，这个每次用到叠珠都很刺激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目前我的叠珠谱只有一种哦，哎，对，我是说这个的话，这个的话，五 combo 啊，嗯，各位一波七帮我继续撸下去啊，给我一点力量哈，刷到他捏捏都看不到啊，因为我想要一波带走啊。五 combo 的叠珠，锵！五 combo， 哦，天降，看到没有？叠珠就是这种功力，看到没有？
看到没有？我们让他捏捏的啊，打到他脸都歪掉，神帝就靠你啊，啪啪响啊啊！五康波的叠住变成十康波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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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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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O！ 一只400多万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他奶奶看不到他，因为脸太肿了。左下角，怎么做？如果觉得影片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